来者何人？开封秀起来呀、啊！建议兄弟开封秀起来呀、啊！建议兄弟，我独挡啊！开封秀起来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是 Gashado 7538，感谢你。方丈不必客气，易筋筋不错，多谢方丈指点，谢谢大家。达摩易筋筋，这应该是全部的那个了吧？啊，没有，还有一个龙吟诀我没有去学，那30000好贵。这个累积受到的伤害量达最大生命68%后，回复11%生命，生命大幅提升，内力提升微乎其微。哇，这个学下去，我血量能不能破万？你打吧，你狠狠的打吧。哇，这可以加大约50左右，哎，40多。我也没什么想学的了，说定力上升，因为怒目金刚棍本身的定力已经强得夸张了，内力又够多，我除了加伤害以外，没有别的需要学的了。说西夫心法吧，西夫心法是所有能力平均提升。有了，西夫心法学满了。那就来学这个吧，反正加血。可以了，4746.7，如果可以上个5000就好了。结束啦。哎，好啦，既然反正都是最后一站了，我们还是代理大哥吧。建议哥，建议哥。是不是？我帮你看着背后，你就安心往前吧。不会再让悲剧发生。这一个我的背后就全部交给你了。这一个上，你这个痛点我也试试。可恶，没闪过。没闪过。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量。有光分了。破绽百出的，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小事身手罢了。什么啊！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海风怎么秀起来啊？大火撑住，开封秀起来啊！可以到衙门后面张家找李犯团，哎，这么好是不是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可恶，没闪过！过吧，接招吧！可恶，没闪过！接招吧，接招吧！回吧！太大爷，万岁！太大爷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太大爷，收回吧，收回吧！小事身手罢了。
前往李饭团做好吃饭准备。就算是火也会变脸的，有机可乘。怒目金刚，天王降世，接招吧！破！呀，收回吧！太难了！呀！有机可乘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破！嘿！天啊！呀！魔女叫万岁！魔女叫万岁！太难了！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哎，怎么就四人啊？气氛标级，逸仙楼。哎，张府在哪里啊？这里吧。哎，这是衙门呢，张府的位置哦，就在隔壁。哎，抱歉。也会变脸的。嘿，嘿，呀！魔女叫万岁！天啊！嘿，呵，呀！魔女叫万岁！好水！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魔女叫万岁！魔女叫万岁！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万岁！哎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杂兵到处都有。没闪过，嘿！太大了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魔女叫万岁！有机可乘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张佛，哎，中渊。中渊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中渊。哎，中渊欠揍是吧？令从渊，你不是这种人，现在回头还不迟。收拾。中渊，算了吧，中渊。中渊三清不认。怎么能够理解我的痛苦？我理解啊，我要解你的支线。看见，看见，看什么？中渊，你怎么六亲不认？中渊，请你喝葡萄酒。刚才的中渊，给你剑锋牢房钥匙去了。太大意了。剑锋，中渊好了啦，中渊，给你冬枣吧。中渊，给你肉酒肉包子铺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中渊，刚台的气势哪去了？中渊好了啦，好吗？中渊，我换另外一套打法吧。中渊，都在凶什么意思？中渊啊，这游戏的 bug 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好几倍啊，中渊。快把喇叭降低！啊！中渊，
中原，我又要再邀一次建议兄弟啦，中原。中原，我换一套战法，直接游戏崩溃啊，中原。自动存档，我看。这个、啊、中原啊，还是魔灵教徒啊？太大意了！燃烧吧！有机可乘，停下！给我魔泥，没想过，魔泥要燃烧吧！宇宙苍生，教主万岁！魔泥，没想过，给，接招吧！教主万岁！魔泥教万岁！可恶，没想过，有机可乘，破！有机可乘，不、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啊，又从这边开始，好远，易筋经。有啊，分叶仔。分叶仔，别闹啦！分叶仔，有机可乘，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嘿，哇，哇，哼，嘿，魔泥教万岁！可恶，还是我天土火神枪上手啊！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比怒目金刚棍弱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有机可乘。宇宙苍生，教主万岁！接招吧！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这还可以回血。魔泥教万岁！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魔泥教万岁！哎。嗯，留两个记录档好了。洛风，感谢。令从元，你不是这种人，现在回头还不迟。收手吧。这种家伙怎么能够理解我的痛苦？啊！可恶！有机可乘，可恶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啊！可恶！没闪过！可恶！啊！可恶！啊！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可恶！可恶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绝招吧！可恶！我最痛恨，最痛恨你这种家伙了！绝招吧！最痛恨！
最讨厌你这种家伙了！闪电！可恶！可恶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啊，什么气势啊？可恶！绝招吧！可恶！可恶！刚才的气势哪去了？啊？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啊！深渊浪子，就算还是屁话，也成了像样的屁话。你才想见你娘，你还想见您婶娘啊？干这个超高杯的。住好。是你信口雌黄。你说了对极了，哭来！啊？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又有那个了？扔得好，扔得妙，一加一。住口！那就是李烧饼。这里也用上 Max 模式吧。你的真正名字就叫做李烧李饭团。弄了跟逆转裁判一样好玩。
啊，空气炮，是谁拿着破馒头丢我？是我李馒头丢的。你敢拿馒头丢你大哥？ID 感觉，哦，为什么生了一个这么样的怪物？这是找你，老母鸡啊啊啊！老母鸡，贼子老母鸡，这可是你亲娘，先看我为师的尸体。非白弟子别反黑为白，劝服练中渊改过向善。是。兄弟，建议兄弟，点个技能豆丁点半的屁事也可以洗我的聊天室。真希望这豆丁点半大的斗内可以变成200美呀、啊！苍蝇发病，死不了人。
老大一定要站在旁边看人家打架，还超靠北的。恭迎教主。哎，他这边怎么少一个苍蝇吗？其实这些动画做得很漂亮。哇，无想转身之时啊。休怪我无情！摩尼教柴药，柴药，你的野心已经到此为止了，接受制裁吧。放心，我很快就会送你去与你爹团聚。你挡得住吗？杀！等等等等，点个八卦好不好？豆丁点班大的屁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前途无量，我要变成至圣完人了。上，哎，有机可乘。哎，你别吸呀、啊！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有机可乘，接招！没想到你竟然耗死到，只有我没闪过，拯救这乱世。可恶，没闪过。有机可乘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你挡得住吗？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只有我还能拯救这乱世，接招吧！你挡得住吗？不是啊，教主你别乱吸啊！有我，才能拯救这乱世，又吸又臭的，就算是我鲁文王也挡不住。哎呀，太大意了！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绝世武功怎么可能会输？因为你拿的不是长枪啊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，你挡得住吗？别吸啊，别吸啊，没闪过。教主，教主，我终于下来了。教主，谢谢你啊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教主，教主，教主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教主，教主，我体脂肪应该没有多高，还是把你压死了，压了1500。明清好不容易达成，玉儿，再吵就让你吃一记我的长驱直入。哈哈哈！哎，红菱姐姐，老大不小了，你还是紫色的呢，算了吧。
天地之大，任我逍遥。天太平天下。你率领江湖人士顺利阻止了一场浩劫，对于皇帝赏赐的丰厚奖励，你敬谢不明。只希望大宋的黎民百姓此后不再受苦受难。江湖人士感念你的大义，纷纷模仿起你，惩奸除恶，除暴。哎哎哎！谢谢方丈，方丈为人这么小气，竟然还会让大家休息。严密，严密，严密会动啦！严密，小小，你顺利的解决了摩尼教的事件，而赵生也因为大周宝藏的缘由保全了皇姐。即便你对大宋有恩，但宋太祖碍于体制问题，不得不对你进行通缉。赵生在留下宝藏后便失去了踪影。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走，但却是唯一一次不告而别。哎呀！右手牵赵生啊，天下大事抵定后，邢若梅、邢若英两姐妹回到了药王遗迹。
在准备复兴药王谷的姐妹俩，今天又意外访客了前来。他游戏本身的角色名称取名叫柴素风，哎，那边没改到，不是啊，你认错人啦、啊，我是鲁文莽啊。干不是啊，我是鲁文莽啊，你认不出我了吗？你是不是毒上脑烧坏了、啊？不是、啊，我是文盲哥哥，不是素风哥哥。你又跟哪里来的野小子他妈厮混去了？随着事情的结束，吴从所去的蜜月，不知觉的回到对他有特别意义的地方，那是他与少年少主数年后相遇的地方。哎呀，手戏月儿啊！顺利解决魔尼教事件后，天下也逐渐太平了。师父与你回到了小溪村。日后，你师父与四个心爱的女子一同住在小溪村。这四名你心爱的女子不分彼此，相处融洽。他们与你携手同游江湖，行侠仗义，留下的传奇事迹，便是后话了。哎呀，多送一个良人号，全破啦！假山岭啊 ，bug 还有得修呢，再修个一个月，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游戏做到值得超过1500吧。哎。在天之灵得以安息。岁月如梭，多年后，鲁文莽退隐江湖，搭着飞天龙灯笼，再次前往了武林。凭借一身好武艺，手持钢叉，再次一统江湖，便心满意足的，永远的离开了。Thank you.
合作媒体巴哈姆特游戏基地，感谢所有支持的玩家。中。可是他没有那个、欸，他没有破关存档、欸。那你如果要拿的话，一定要再用新的、啊。你看，这是他的预设名称，叫柴树峰，在最后喜若梅的剧情里面并不会改变。跟哪里来的混小子厮混去啊！啊！连名字都会叫错，你实力还有我鲁文盲吗？好了，看一下总游戏时数，加上我自己练功，撇开我自己练功挂网找东西的时间，大约完整全破可以压在20小时以内吧，我想。Jintom 783，感谢。如果你不是实况主，你也没有什么特别想法，完全看着攻略走的话，应该20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完整全破的。也不一定啦、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太强了。所以可以把时速也往下压，那一般玩家打起来可能要花一段时间。我总游玩时速是27小时，撇开我自己练功，应该是24到25吧左右就可以把这个游戏破了。成就解除也蛮容易的，第一轮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成就解除。不过有部分一定要去弄，就是。农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些东西去农，它有一个拾荒之王，收集杂物1000个，我觉得太夸张了。苹果派感觉，他那个收集杂物不知道是不是要去地图上面捡东西，如果是的话就太夸张了。你通常捡100个就是极限，你要他妈捡到1000个根本不可能，地图上面没那么多杂物给你捡。他这个成就要求有点诡异。其他的话还好，还有一个叫地痞流氓的，那叫什么？行侠仗义，打败100次地痞流氓，你在路上找人家麻烦100次，那个可以用那个通缉犯去解，100次还是很烦。大鸡鸡学姐，感谢。除此之外应该就还好了，其他就是你有把任务解完就会解掉的东西，没有好好的把游戏打完就一定解掉的技能。跟成就，总的来讲啊，还是近几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少见的，就是武侠游戏，而且这绝对值1600以上，就这款游戏你卖1600，我都觉得有那个价值。现在好像蛮便宜的哦。现在好像499还599就买得到了，好评如潮，诚意更新，免费 DLC 预告啊，是吧？支援手柄，啊，他们也是有在修啦，因为这个是台湾做的，终究是台湾做的，他们资金应该是蛮雄厚的，不然很多东西不能够做这么完善，该有的都有，这款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挑的。唯一一个比较希望的是，至少他们做一些小标记，就是玩那个叫做什么《江湖传言》。《江湖传言》如果可以做一个标记出来的话就好，不用太明显，但至少是一个提示，才不会有漏掉或者是真的找不到这么痛苦的地方出现。他地图上面都有做那个地标的黄色点的，如果他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什么什么东西去标记，已经好很多。可是这个东西很尴尬，因为它主要诉求江湖传言。那你江湖传言重点就是叫你去跟每一个人对话，然后听取他们文字中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不放也是可以理解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放一放比较好。
不放就是让你的时空背景可以更完善，你放了呢，又可以加强游戏体验，这一点比较两难。配音，我觉得这游戏没有东西可以显啊，就是我刚刚说的提示问题，其他东西都做得蛮好的。前期的配音代入感会比较强烈，角色的那个设定刻画，你又长脑袋，这是很值得的。那女角之间的爱恨情仇也是蛮可爱的，虽然是武侠的皮儿啊，不过里面呢可以感受出有一些日系恋爱游戏的影子，也是不错。整体来讲难度又不高，算是蛮快乐的游戏。差不多了。后期剧情有点不足，我觉得很 OK 啊，它起承转合做得很好，该有的都有了，简短的在20个小时之内塞入了足够的剧本，就是该有的都有了。对我来讲是没什么值得挑剔的了，我游戏玩这么多了，一次细品味这游戏时数应该会超过30个小时，我比较强啊，打得就够快。会再好看一点，美术风格我也没有什么觉得可以挑的地方，它很多东西确实做得不错。以一款全新的武侠 IP， 这个扎实的在八月打出了它的天天，值得赞赏。那既然他又说他之后会放出免费 DLC 预告啊，然后还有在修 bug， 是值得赞赏的东西。对我来讲啦，你们 要怎么想自己决定。就像所谓的那个羊群效应是吧，没有人给你推荐，没有人说给你什么，或者大家跟你做的不一样你就不敢做了，所以没有人推荐这款游戏你就不敢买了。哪怕现在大多好极度好评，然后我也玩完了评价也不差，还是有人问这游戏值得买吗，没办法了，算了啦。而且我们刚解出来应该算完美结局了，就所有人的事件都有结束，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东西应该是有最糟糕结局的，全部人死光光，没有人陪你，这样子的剧情也打出来。不过它不计算在成就里面，就是。插一个三派掌门，那个就没办法，那个就是提示不清，然后我没有特别去注意的，那个就是漏掉了。他如果可以多个提示就好了，不过这种游戏就是这样吧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现在完整的攻略也出来啦，然后就是该有的全部都有了。你如果有兴趣，有兴趣照着攻略打也很快。武术的部分我就没有办法多评价了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枪棍这种长柄武器，枪棍本一家啊，波比，同样都是啊，直刺横扫啊，直劈横扫徒刺，三者一体。所以它通常归类成长柄武器，这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他还知道要把它叫做长柄武器，而不是用枪或棍术或枪术这种，不然它里面就会出现一些 bug， 人家又他妈要狗屁闲，鼻屎般大的小事也要他妈的闲干闲剩，闲干闲剩怎么不见你买回游戏回来破一次看看？
抱歉，严重了，没事没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所以他的剑术、拳术跟刀术这三个我都没有使用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特色跟打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，这个你要自己研究研究。看一下他们假山林娱乐股份有限公司，他们现在在 Steam 上面上市也就这么一款了，8月8号出的，售价599是我10年前游戏的价格呀，这个卖1599我都不会感到意外。哎，你知道10年前一碗面只要15块吗？现在一碗面150。侠客风云传之前玩过啦，因为有非常大量的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好兄弟们，对不对？拼了死命的在跟我讲结局，就我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他们都说完了，这要什么结局了？要不要看什么结局？不被什么东西打死看看结局吗？这个不拿看不到结局了，拿了就有什么结局？嚯，5分以内我已经看透了全部的过程跟可能性，直接不玩。受不了，那个药丸我可以自己闲着没事打一打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再开一台进行。感谢各方好兄弟大力的推广了这样多的江湖传闻，直接未来是 A++++， 一瞬之间什么都懂，不玩了，谢谢大家。真是感谢各方好兄弟呢，波比。这之中不犯在聊天室的也有，不过我不记得，你记不记得吧？啊，应该说我不知道啊。这些大哥记不记得？谢谢谢，让我省下了很多时间可以多玩点别的游戏。垃圾观众 QAQ， 你知道吗？像这样子，你的嫌疑意外就比较高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做贼喊抓贼，有没有看过我们江湖？啊，感谢。没有，大哥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想必你也是个好人，就是气急攻心，用之前次。不经润饰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他妈都没玩过，是能爆个屁！真所谓气急攻心，用字遣词儿，还是不经润饰。哎，谢谢大抠，谢您。这游戏的配乐也不错，像我印象深刻就表示它配乐不错。是不是观众都是神经病？我喜欢，我觉得你嫌疑蛮大。我
We happy few, happy draw again. Topic no bad, can try it too. 啊？你用罗马拼音拼个中文，说不定我还念得出来啊，大哥。土哥，你想射一下吗？土哥，还是今天就先休息了。对吼，那个时候 ，Mona 教我的 emote， 哎 ，E M O T E O N L Y， 哎、欸，真的也是 emote only 呢，那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干！一时之间差点把自己吓死，忘记了那个语法怎么打。好了，反正就是 emote only 跟 emote only off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用哎、欸，这个超完美的。这个模式跟国外其实是有的。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我的订阅非常好用吧？因为我不管做什么、说什么，或者游戏里面出现什么，都可以用那个我的表情符号做出相对应的反应。再加上如果你订阅的时光组够多的话，在那个模式下，你能够表达情绪就更完整。我真的觉得那个模式很棒。谢昌哥给好评，大哥碰到天命奇遇 bug， 正在努力修改中的 QQ， 下次有机会再抖个十枚给昌哥。哎，作者仔啊，真的假三零娱乐工作哎，你游戏真的做得不错啊，再接再厉，希望它可以更好。作者有在看怒买，可以啦，599而已，算便宜了。娇娇，将来这游戏有什么大型更新，或者是额外多一些日后谈、后日谈什么的，我再研究研究。那接下来这个礼拜其实有点事情。目标应该会先放在人中中的3 HD 吧，然后尝试先去打一打，来体验我们人中之龙的剧情巅峰了。哦，好像没事了，不过应该不会再近期，我应该会先去打魔物猎人。魔物猎人将你王龙还没打，打
打完之后，最快大概也要下礼拜。那你们对那个游戏有什么兴趣还是想法的话呢？先买回来破一轮再说吧，先干先胜。然后他们 Steam 的页面下面好像可以给予回馈的样子，那时候给予回馈就会有。就都会去看，然后做修复。哎，我给九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休息啦，我要吃饭了，晚点应该也不会开了吧？都这么晚了，看看现在几点。好，观台，感谢各位观众，大家。